各位你哋好，欢迎收睇 KMS Life 频道，我系阿苏 Johnny 苏。你哋好，因为疫情嘅关系，我唔方便去啲远嘅地方，所以今日就打算带大家行下我附近嘅地方。咁究竟今日带大家去边度呢？今日我会带大家去江门嘅凤飞云水库。而家我哋准备出发啦！我哋已经嚟到啦，我而家带大家去行下。这个是将山水引下来的装置，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它是将山水引下来，经过这个银色的过滤池，然后再在水喉里放些水出来，方便我们饮用。
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关注和评论。我会用不同的角度带你去看这个世界。